吞会有很多的讲究，说来也奇怪，明明觉得没什么，但是老人们坚信，如果破坏了规矩的话，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也许有人说，那是因为农村人太过迷信了，所以导致了很多的谣言传出来。其实并不完全就是这样的，仔细分析下来，你会觉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尽管很多老人们在解释这样做的原因，都是用不吉利三个字来搪塞我们。比如你知道为什么小孩子的衣服不能够在外面过夜吗？也许很多人都听说过吧，特别是对于新手妈妈来说的话，每当自己将小宝宝的衣服放在外面的时候，一到快天黑的时候，家里的老人们都会自己将小宝贝的衣服收进来，或者是提醒宝妈将衣服收进来。其实对于这样的现象，当时还是非常不理解的，不都是衣服吗？只要没下雨的话，放在外面不都一样吗？经过了了解所致，还真的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。因为每到晚上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的昆虫出来活动，这个时候要是婴儿的衣服没有收的话，到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昆虫在上面产卵。因为婴儿的衣服都是比较柔软的，所以深得昆虫的喜欢。就算你将衣服上看得见的脏东西抖掉了，但是一些昆虫本身自带的病菌是抖不掉的，这会严重危害到孩子的健康。所以有小孩的衣服放在外面晾晒的话，一定要注意及时收进来。不过最直接的一点就是，小孩子的衣服放在外面的话，容易沾染上露水，这是昼夜温差导致的。而露水一方面能够导致衣服的质地出现变化，另一方面小孩子穿到身上去的话很容易着凉。所以对农村的很多老人们所说的一些禁忌，虽然老人们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，而只是说不吉利的话，也许其中正好有大家